才的会议记录你做好了，明天给我。嗯。一定要明天交吗？对啊。放开我！我又不是刘玉，别对我动手动脚的。那晚上一起吃饭吧。没空，我很忙。现在我们这边的话，就主要演员已经确定好了，但是就是有几个配合现在不太确定。吵架了？对对对，他们的档期还是在协调。来，他吃醋了。嗯，怎么样？我觉得你啊，对可爱这个词儿有点小小的误会。嗯，你懂什么？